好，那下面还有几个案例，我们也一起来放。我们先放曾淑华。中风未开刀案例。事情发生在2013年3月18号，大概是下午3:40左右。我姐在打电话的时候，突然左边无力，就瘫坐在地上。到了大概四点四十分左右，我妈才找到我，我就骑摩托车过去，那边大概接近5点不到，看到大姐瘫坐在地上，两手无力，眼神有点涣散。那讲话就语无伦次，那我本来想在地上就开始做急救，因为张医师讲的人还有意识，然后如果是眼歪口斜，那就是属于中风。那我想中风就从头部原始点开始，我就从耳部的原始点开始先按，耳部原始点按完就要按枕部枕骨的地方，枕骨按完之后要按扇贝部，开始骂人了，会讲话了。就说痛啊，张医师有时候会喊痛就有救啊，那个时候就心里就稳定多了。然后上背部其实也没怎么按，因为他非常的痛。那按完头部之后，他已经可以自己站起来了。我们只要在旁边照护着，不让他摔跤，他可以自己慢慢走。可是看得出左脚抬不动，左手完全没力，像断掉一样。然后嘴巴就是一边流口水，眼神涣散，因为他会撞到门，所以我可以断定他看不清楚。然后把他扶到床铺上，躺在电热毯上，一放下去，哎，马上睡着了。那个睡法根本不省人事，那个整个打鼾，叫也叫不醒了。我说好吧，就让他睡吧。其实整个流程、整个时间很短，短短大概1分多钟、2分钟不到吧，他在倒下的第3天就自己走路去洗头发，第二天早上就自己会起床，那整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只能跟你讲，你福报很大，这样接下来后遗症就会慢慢没有，我也习惯这样慢慢流汗，然后温度这么用秒，所以你不会有事。啊，就是左手左脚完全就是差不多偏瘫了。来的情况，他我看也是蛮严重啊。当时我在处理，但我有安慰他啦。那每天最我感动的就是这些志工，每天就是帮他按推温敷，然后教他怎么后续的。那前后差不多1个月，完全恢复。那所以你在对照那个84岁有没有？84岁他半个月快不快？非常快。一般像这种案例，我平均算下来，差不多要1个月左右哦，就是脑出血哦，就才可以完全恢复。那一般恢复有没有后遗症？他最后好，完全没有后遗症啊。他是老师，又回去执教了哈，是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旧金山一个中风后遗症，那来处理的一个情况。中风后遗症案例。我叫 Christine，我今年1月9号中风，然后是经由我朋友介绍，3月24号来到旧金山原始点这边啊，到今天刚好是2个月。那我刚来的时候，手脚
走路非常不灵活，然后左脸就是阴阳脸，然后手和脚都有麻。然后第一次大宗师傅帮我按了之后，立刻我的手麻的情形就好很多，大概按了两次三次以后，那个麻的情形就完全没有。然后刚开始来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非常慢，左右手脚也不灵活，然后走路就需要用拐杖来走。现在两个月之后200公尺以内都可以自己走，不需要扶着拐杖，然后脸上阴阳的脸的情形也消失。经由陈师傅，然后大张师傅还有 Luna 的就是教导原始点的知识，我现在就是每天服用姜汤。刚开始的时候是大概一天60克的姜，现在的话我是一天大概85-90克的姜这样喝。那就是还有用红豆袋，背部用红豆袋，像有的地方比较白天的话不方便就用暖暖包，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最近大概这两个礼拜开始用水暖垫，那发觉说我的情形真的是改善非常多。然后还有我现在刚开始来的时候，因为手脚不灵光，所以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很大运动，只能说经由我的那个复健师是叫我做一些很简单的运动。现在的话因为手脚可以走路比较多，然后我就运动大概每天可以连续走路大概1.5-2小时。那就是真的很感谢张医师发明的原始点，然后呢让我的那个中风的症状改善非常多，谢谢。前后历经两个月，三月后续追踪，2015年10月15日已可正常行走。好，我们在最后一个也算是急救了，但是不称脑中风，是头部的问题。我们来看96岁蔡老先生。今年2012年5月看完张医师的 DVD 以后，又在6月上了手法的训练，在7月份也去听张医师亲自演讲，看到一个影片，就是刘医师在给人急救的时候，那个印象给我很深刻。可我没想到在8月3号晚上10点半左右，我陪同我爸爸。他96岁的老人上车的时候，他坐在我侧杆上，忽然间他就往左边这样倾倒下去。我就观察他的脸部，他都已经两眼掉白，然后口开了。那我就看他整个人要头都要撞到地下的倒下来，我就很自然反应把他扶到地板上，开始就给他做背部的原始点的推按。开始做那个7点，在左边的时候我用手肘这样去给他按的，然后再因为他脸是向着我这边，那在做对面的那个7点时候手肘不方便了，我就用我的手掌的那个工具，就是4个尖尖的手指头去按。按完以后呢，我又想说把它翻过来观察一下他醒了没有，没想到这下糟了，发现他整个眼睛那个眼圈都黑了，闭起来的，嘴巴也更闭紧了。那我心里面就更紧张，我说那快点要跳到头部去了。我就给他的头部原始点，第一点就是那个耳后的那个点，平常那个点对他来说他连给我碰都不能碰，是很痛。这下子我就用全部很地道的力量这样子做下去，他完全没反应。那我以为糟了，这下子我不知道我自己做的有没有好处，可是已经没选择了，就感觉像个还没训练好的小兵，就给一下子当当兵马就上了那个战场去，没选择了，我只能够很专心的做下去。后来接着我就做那个头部那个枕骨下那个4点，这一边就是他的左侧，我就用手肘这样去按，然后跳过了颈椎那边的
之后手不顺利，我就改用是这样的，工具，手指的工具，然后按到第二点，拿起来要按第三点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他就这样子，就来一个很深的吸气。我知道他已经醒了，然后我推看他眼睛已经微开了，我很开心的，结果就又想把两个快快的把它弄好，没想到他的手有一点就推过来，可是又没有力，可是已经真的醒了。然后我觉得还是把他最后那个他右边的耳边那个点揉的时候，他就手已经过来要抓我的手，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按敷，从头到尾在给他疏解的时候，他就出声说冲啥啦，跌倒啦，声音也出来了，我就更安心了，他更有力量就抓我的手，好像要打我，不给我再按了，他很痛了，然后我就这样觉得他已经完全醒来，我就安心了。很感谢张老师提醒我们要把这一张登成我们延时点的 CPR影印那么大，我也做了一张在家里，是在我爸爸发生事情之前我就弄了，所以我的福气给了我有一点这样的印象，以至于在很危急的时期，我虽然很紧张，可是还是很照常很正常的把它完成了，结果也真的保护了我爸爸的生命。希望从这个经验，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真的可以学习这个手法，在生死的关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谢谢，爸爸，啊，爸爸，请几个，请几个啦，当医院请了个姐，好了，很好，这个给他照一照。其实他头部发病，这种危险性不亚于中风哦。我要跟各位讲，如果酒没有处理哦，很多也会变植物人。类似这样的案例我也看过啊。所以里面像96岁这一个抢救是实际上非常重要。好，那脑中风部分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因为脑中风在一般国家调查都是排名前三位，因为死亡的第一位是什么？癌肿瘤是排名第一名，那第二名是什么？心血管疾病那这个是排第二名在台湾也是，好像各地差不多都是这样。那第三名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脑中风。所以脑中风如果你没有当下处理，以后慢慢连刚开始是他处体伤，到最后会影响到本处体伤甚至组织受损，这种种的问题，那后遗症出现之后你再来处理就会更加怎么样麻烦尤其经过手术之后，那恢复更加慢。那我们现在来谈那个心血管疾病，因为它也是死亡第二名嘛，也是一个很重要要处理的。心血管，心脏有问题，应该按哪里？上背部，对不对？对。但是现在的急救，以医学的急救 ，CPR 是按哪里啊？跟我们一样吗？那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啊？真的，你们相信原始点吗？相信的举手，我看一下。这一次举手跟前两天不大一样了，太好了，已经慢慢能接受了哈。好，其实要谈这个，我前一两天也有说。外治法重点不在手法，重点在什么位置？不是 CPR 的手法有问题，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手法，还不是最大的决胜负，也不是因为按推
也不是因为针灸，这些在我看法都只是工具而已。决定胜负的是在位置，位置才，比如说你头痛，你不信，你按屁股看头会不会好，一样的道理。那为什么他也是用原始点的手法，揉的还有模有样啊，但问题揉错地方了，是吧？所以对跟错不在于手法，不在于工具，而在于什么位置。好，那这问题就来了。那这样说来，我也不是说西皮亚的手法，当然这种手法太重了，确实太重，然后也没有办法抓出痛点来，而它是大面积的这样压，而且又有两手，很难掌控那个力道，而且全身下去那个力道太猛。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介绍的时候急救，这时候倒下去那一刻病人很虚，有没有很虚？所以力道能不能太重？不行，会消耗热能。那急救本来就是救命的，你又消耗他的热能，肯定就会出问题了。所以这个掌握一定要拿捏。那好，再来谈位置，位置到底是后面对还是前面对？这个你们都不用怀疑。为什么？我非常笃定，因为既然谈外治法，这个是我最擅长的。前五年我就是在摸索这个，日以继夜，就是找出大开关。所以我太太全身上下每一条筋我全部摸过，前面有没有开关我比任何人更清楚。你们以为我刚开始只在楼后面，错了，我太太前面我都摸，哪个地方我都揉，就在找开关。甚至还有一度也帮患者揉前面，为什么？胸闷痛，前面有没有开关？有，但是小开关，揉了会舒服，但也不能碰骨头，因为前面很多肋骨是不能碰的，一定要沿着肋骨旁边进去。所以你看我早期光盘这里还有开关呢，有没有？你们如果看我2006年早期的手册，所以我开始的点不是只有七处啊，我差不多十几处都有，但是慢慢把那个小开关一一删减。我告诉各位，前面没有大开关，小开关或许有，但我揉过治不了什么病，只能稍微舒服，真的大病来揉不开的。所以当西医一下手，我马上知道了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不可能好。但还有一个问题，更重要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原始点是从错误中一路摸索过来。你看我当医师十几年了，当时我太太生病，我已经行医起码有15年以上，我太太哪里痛我还是在附近扎，跟一般的中医一样，附近扎或是远处起针我都用过，但效果不是很好。有那最后甚至我太太脚底痛我也扎针在附近也是没什么效，甚至足底很痛了，那个足底是不能没有毛细孔，扎了是非常刺激的。反正患处我每次碰都没有效，而且甚至加重，我付出惨痛代价。最后一路摸索才知道患处是怎么样不能按的，只要外治法，你不管用刮痧的工具也好，你红肿，你不信你膝盖红肿，你就在红肿那里刮痧看看，越刮就越肿，也不是因为工具错位置，也不在于针，你红肿你在扎红肿的地方也是一样。那中医你看我学了那么多年还是会犯这样的错，因为中医没有探寻到最后怎么样，最后疾病到底是从他处来还是本处来。所以你看很多派别，中医现在还是很多派别，比如头痛，我举一个头痛，有人会取手，有人会取脚，有没有？也有人把整个头刺得像刺猬一样，有没有？那哪一个高明？
刺得像刺猬那个高明吗？啊，那个是在患处扎，但是人家以为他很厉害，因为哇头也可以扎，就像我早期啊，人家说我技术很好啊，为什么？因为眼睛痛我就扎眼睛，然后从睛明穴有没有扎进去，然后留针，然后再把它拔出来。患者说，哎呀张医师你怎么那么厉害，针从眼睛进去再抽出来竟然我没流血。然后我紧接着问他，那你眼睛有没有好？他跟我讲没有好。哇，我才知道他是在赞叹我的技术，但不是赞叹我的疗效。那很明显我之前一路犯错，就在位置上吃了大亏，然后在我太太身上一直绕不出来，最后就是在我太太临终关怀我进安宁疗房的时候，她腹股沟肿痛，这次我就不敢再从肿痛下手了，附近下手，我竟然按到屁股，她感觉很刺激，我就在那里多摸，哎，摸个两三天，竟然痛不见了，而且肿也消了。所以才会有原始点的诞生，这个打开我一扇门啊，我才终于确定，原来痛是由怎么样踏出的，所以才展开漫长的搜索。那你们以为我是从我太太一个，不对，当我太太身上找到开关，我就大量在患者身上试，全部试的有效，我才最后把它归类为我要的点，是这么慎重一个一个做出来。所以早期我自称是什么打工的黑手医生，我是这样做的。所以你们一下手能做出什么样子，我心里太清楚了，就像高手过招，你一出手我大概知道，哎，你的程度到哪里了。那当然理论完善之后，你一开口讲到什么，有没有到重点来，我马上清楚，骗不了我啊。所以西医第一个位置就有问题，前面没有大开关，第二个又犯在哪里，犯处不能按，他按了就是犯的我以前犯的错误，所以那时候我很清楚的，这个有问题，而且会压死很多人，绝对会。果不其然，这种历史不断在重演中。那现在很多他在他们的报告里面，其实 CPR 真正救活的不多，有说6-7%的，也有说啊没有那么少，可能13%，各种说法。但是简单讲，10个压有9个会走人，比例太低。那既然你们刚开始说倒下去那个是属什么症，不是撞的组织受损哦，那症一般按了就会起来哦，就10个有9个会起来，他刚好是做完之后10个怎么样，9个走一个流，那很显然答案已经再清楚不过啊。所以我一开始我一路做心脏各种病，包括胸闷啊、心悸啊、胸痛，后面一按都有效。所以我说过了，在急救方面只要倒下去，如果是因为心脏引起的，心脏病引起的，一定是在背部。那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大陆讲学是在北京嘛，那第一堂课就有学员心脏不舒服，你想我会按哪里？当然也是背部啊，因为我记得那个学员蛮厚道，事后我们聊的，因为他听课心脏很不舒服，就是一直心悸，心脏都快跳出来。那他那时候事后跟我讲，他其实眼睛已经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了。那他想忍，一直忍。等到我下课的时候才请我处理，为什么？因为他怕，因为他说他以前发作过，那一发作过进去医院都要好几天，
啊，才会慢慢恢复。所以他怕说，如果课堂上就请我做，万一我做不出来，然后我又是第一堂课，那我可能就来不了了，就要回台湾了，收拾行李回台湾了。那其实因为第一堂嘛，也没人了解我的底细。其实在台湾像这种病我已经怎么样身经百战了，所以最后他还是很难过，就是很不舒服，所以由人扶过来。但是早期不懂拍，就是前一段走进来，他说眼睛看不清楚的时候没有，那所以来的时候就直接有一些直接问诊，之后就直接推。他本来叫他趴着，他痛到也不能趴，开始是侧卧，然后接着好了才趴着这样做。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案例好不好？我大家看到了哦，这个就是典型的寒症，舌苔白的，旁边还有齿痕哦，这是最典型的。好，谢谢你，那可以趴着。痛，对，痛痛。因为我知道这里很痛。对，感觉是不是比较松了？你慢慢起来，没关系，给他慢慢起来看，看看他现在的那个感觉，给他自己来。我好了啊！谢谢老师。不会。太好了，太神奇了，现在已经好了。刚才症状是，我虽然那个没有表，但是我这心跳可能最少120下，一般正常的心跳应该72下。对。所以我就感觉那个心脏就是好像像外凸出来一样的蹦蹦蹦跳，然后我就害怕耽误大家上课，耽误老师，我就先。到最后下课的时候看到给我治一下，没想到我这么好。好，也就是一路这样坐过来，那我感受特别深，因为尤其对我太太早期这种处理，让她没有把她救起来，我说那种遗憾一直存在着。所以看到错误，当然心里有些按错，心里就很着急，尤其像明明前面是不能按，那按了又犯到我以前的错，我又能如何？但这发以前不再掌握在我，那很多学习的就是从前面嘛。我问各位，有没有人学过 CPR 的？有的举手，我看一下。有。有没有人 CPR 救过人的？有救起来吗？没有哎呀，把他压走了。其实这个说实在，确实是这样。我看到很多，那这样悲剧，我说还是在正在发生，蛮可惜的。知道，但你无法制止。好，我们来放两个就是我们中天新闻还有一个也是新闻报道的两个案例。台东县议员施向清昨天呢，他为了饱受机场噪音所苦的民众，向国防部长陈肇明请命，话才刚说完坐下来，突然心肌梗塞倒地，吓坏了所有人。卫生局长吕乔阳是紧急的为他做了 CPR， 到了晚间还是不幸过世。业余组对抗赛，林姓男子和女舞者跳摩登舞，姿势表情很到位。没想到比赛结束后，林姓男子突然手摸胸口，坐在椅子上不舒服的模样，没多久倒地失去意识。一同比赛的女舞者连忙扶着她，还有人冲上前 CPR 急救，一旁则是有人帮忙扇风解开林姓男子的舞衣，所有人都急坏了。医务人员稍微在旁边，CPR 轮流。
救护人员一抵达，立刻 CPR 电击，五分钟后将人送医急救，人宣告不治。一般都是一分半钟至两钟，我们差不多一分钟左右，我们就 ending 了。所以说他只上场跳一分多钟就对。这起猝死意外发生在17号下午，57岁林姓死者有心脏疾病史，因为热爱国标舞，报名狮子会举办的比赛，参加这次不计分的业余组选手对抗赛。比赛前都好好的，比赛后却倒地猝死，让现场比赛的人员感到相当难过。三新闻徐淑伟、潘立文、郑浩报道。好，其实因为原始点现在做的案例太多了哈。这个从研判我几乎可以确定，因为第一个是议员质询，他讲话还是很有力啊，只是回来突然间怎么样，心脏不舒服就倒了，心脏病发倒下去。那当场卫生局长，这个是西医的，我们台湾当中医几乎没什么当官的，当官的都是西医的了，所以我也是当中医啊，所以顶多就是开个诊所嘛，然后诊所没了就到处流浪讲学，这样是不可能。确实现在是这样，因为都西医独大之后，连发话权或是官员几乎都是西医的嘛。好，那你看西医刚好也在场，这个时候医学就是救病嘛，对不对？应该体力还那么好，只是一个倒下去应该是没问题啊，从理来说应该是没问题，因为以我们原始点来看也是，为什么他有体力，一般会本处体伤需要热人的一般都是比较虚弱的人，但我看这个也不是，还体力还不错，那倒下去应该很容易救，结果也救不起来。那第二个也是一样，他这个体力好不好，看起来还不错，只是有心脏病史，那跳一跳然后倒下去，那你们刚刚已经讲对了，倒下去那个是属正，不是属壮的组织受损，这个再明确不过了。好，那正多属他处体伤，所以倒下去那一刻就是位置决定胜负。你们看刚刚我在放脑中风最后一个96岁有没有，他头部出现问题有没有，结果他先按哪里，先按 上背部，结果有没有效，越按结果眼睛我嘴巴越紧闭有没有啊，脸越变翻，我眼睛越往上掉，更加严重有没有，按错了。所以我刚刚在说位置决定胜负，然后所以他按错了很紧张，但最后心脏都按完了，反正没有醒，再往头跳，因为原始点就是这样，心脏顶多就是按多久，一两分钟嘛，那这个也不耽搁，再往上跳就是头部嘛，那反正揉一揉就这几点，随便揉也会揉倒啊，只要对了刚好那个痛点就可以起来，这个很明确。早期我也救过，就是突然间倒下去，那个我在我看法也就是像心肌梗塞这样那倒下去旁边的人很紧张， 我一看这个情况不妙在山上，然后又很冷，他爬快爬到山顶，那里有温度计11度，那地很冷啊，所以我叫他侧卧，他只穿内衣啊，然后我马上也是从胸椎一按，然后痛，然后很快就起来了，几秒钟而已。所以胜负其实像这种叫做高手过招，生跟死就在短短的几秒钟，甚至一两分钟内决定了，所以在位置。那第二个也是很有体力，但是你看刚刚这个场面如果你们认真看，每个在抢救的人他们的力道大不大，比我们大几倍，我看好多倍我们是这样顶进去有没有，甚至顶多这样轻轻的顶一下，对了这个位置就有效，而不是要大面积的，那大面积又这样压，三个轮流压，
肯定热能消耗得更快，以后要回来救回来更难了啊。那我也听过很多压断肋骨的，甚至连胸骨压断，我早期都有讲过，这个就不再复述，因为这里太多骨头，骨头是不能按的，那你压在骨头上开玩笑，这个也是原始点的一大禁忌。骨头能不能压？你看我的点有没有在压骨头的？没有。所以这个从几个看来完全不合常理啊，那也没办法，这个事情我想还是会发生的，谁也制止不了，除非整个民众教育概念改变了，医疗改革了，这个才有办法。好，那原始点一直想在这一方面收集案例，但说实在不容易啊，不容易收集。到目前为止很早就放刘医师那一个急救案例，你们有没有看过？有哦，柬埔寨到现在还是那一个。为什么？因为哦，一发作的时候大家都急于抢救哦，也不可能拿手机先拍一下，确定脸部没有什么问题，就像刘医师那个案例，脸部没有表情啊，那就是心脏引起，然后再做给大家看啊，然后全程拍着，没有这样子的。一般像这种紧急都怎么样？先做了啊，好了，起来的时候已经好了，还要拍什么？就是这个问题。像这一次啊，津巴布韦是吧？有没有讲对啊？啊，他就跟我讲，他在那里哈，他亲自哦跟我讲，他救过就救了三个了，在那个国家就救了三个。所以原始点我光听到救好的哈，在台湾太多了啊，但是我看到的这里是哦西啊，就是按前面失败的却这么多，这一比对哈，我也只能说无奈吧。那刘医师这个案例真的是硕果仅存呐、啊！我一直想说，你看癫痫我们还收集三个，但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三个都是在哪里收集的？现场刚好刘医师那里有摄像机啊，然后我讲课也都有摄像机可以拍摄啊，所以才能够拍到。除非这样，所以我每一次讲课就在期待看有没有人那个但讲了那么多年，哎呀，奇怪，就是没有碰到。那今天也讲了两天过了，还是等不到。我看这一场似乎又要落空了。啊，所以只能说无奈吧。我们到现在不是不想收集，是很难收集。所以我们还是放就是硕果仅存的刘医师这个单独的一个案例，好。这个还是算侧面。昏倒，有一个昏倒的啊！等一下，因为有病人昏倒，我们先做急救的。好，放着。好了，把左手给他灌。枕头呢？枕头，肚子跟他盖着。好，他这个表情啊，脸色没有变，应该是心脏的问题。啊，我们把它翻侧面的。要把它心脏先解开。用头把个捋开来，背动身。现在醒来的，他已经在呻吟了。现在再把他心脏把他按好以后，再来按他的那个头部。
好，他眼睛已经醒来了哈、哦。那个红豆，准备。好，头部。先给他温敷。好，给他垫在后面。好，给他躺着。我那带着一个衣服，给他肚子盖着。你问他，他刚才是怎样不舒服？是不是肚子？是不是胸闷？你问他有原来有心脏病吗？对，他原来心脏不好。啊，这个也是原来心脏不好啊。那一发作，像这种面无表情，你要知道这个是来者不善。不过刘医师还蛮从容的，仔细端详，确定没问题啊，才下手。那这里哈还有值得探讨的哦，有些说，那你救的，你确定他是心脏停止你救起来的吗？有没有人一定要这样说？好，其实这个问题也很蛮容易。我问各位，心脏停止是果还是因？他的晕倒是因为心脏停止才晕倒的呢，还是晕倒跟心脏，晕倒之后造成心脏停止？啊，都怎么样？哎，都没关，还是有人想出来了。心脏停止也是属果啊，晕倒也是属果啊，果会不会生果？不会啊，那你按了头。晕倒也好了，心脏也恢复了，因为你按到的是什么体香，那表示这两个是果，那因是什么？体香嘛，他处体香，那他的体香在哪里？上背部嘛，两个都是果，果不生果，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是心肌梗塞猝死的，能不能这样说？原始点，那个是理不通的，说不通的。心肌梗塞怎么会造成猝死？心肌梗塞是一个果，哎，不是因，哎，果怎么会造成死亡？果不生果啊！我们这几天就在一路论这个。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听懂举手，我看一下。哦，你们真的懂。所以你看，这个医学这一说，西医说了就算，但说了明明就有问题。所以我这里本来早期也是。把他们这样写，但一路做到最后，我不敢这样写。心肌梗塞，我不是这样写。所以你看，我这里是要说心脏病急救。那其实心脏病急救其实就是上背部，而不是说他心肌梗塞也会引发这个。这个异常不会造成症或状。我这样讲解，你们总算听懂了，很好啊。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是死亡的很多、哦、很多中的一部分。那另外心脏，比如说心血管堵塞，有没有、哦、这个也是很多引发的很多病、啊、有人一开、哦、装支架或搭桥，你们这里说搭桥是吗、哦、搭桥之后就要开始被药控制了，说不吃会什么堵塞了、哦、有没有？其实到底哦、你可能你会装一定是胸闷心悸，有没有？然后才去检查，哎，结果检查出说你的心血管堵塞了，要搭桥。那我问，心血管堵塞这个异常会不会造成胸闷胸痛心悸？会不会？不会哈、哦、会的举手我看一下。认为心血管堵塞会造成心脏的不舒服的举手，我看一下。哎，没有了哈，确定了哈。所以要不要开刀？不要啊，那个揉一下就好了。那揉一下，他的心血管还是堵塞的啊，了解我的意思吗？那表示他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是完全可以确定的。但很多人不明事理就开了。那开了，也许短暂。从果解症或许还稍微舒缓，但长期就被药怎么样控制了，而且控制一直吃，吃到最后身体一定越虚寒，它复发力就会提升了。这个不是根治的办法，而且花的钱特别大。开心、哦、你要开心一下、哦、要付出很多
money， 这个不好啊，哇，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不止钱的问题，身体的体质就完全被破坏。所以为什么心血管死亡那个比例会是肿瘤之后的第二位呢？道理就在此。好，所以你们一路这样看下来，急救难不难？不难啊，真的不难。这个是完全是症引起的，那症多属他处体伤，也就是你重点在位置，手法差一点没关系，一定还是只要位置碰对了还是有效，还是多数，我说多属他处体伤，就十个有九个是属他处引起的，顶多只有一个可能看看会不会是本处，也就是十个给原始点压，那应该有九个会起来，但西医刚好在患处压，哇，那情况刚好就颠倒。好，那我们急救就讲到这里，我相信你们听懂了之后，以后倒下去要用什么？还是送医院？要送医院的举手，我看一下，你们都不愿意啊，但是吼，你们倒下去你们做不了主，我看你们不想去也会被人家送去，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看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学会，万一在他面前倒下去就 好办了。我演讲都已经跟我的志工讲过了，哪一天说不定我也倒下去，但是我交代一句，绝不能送医院。我也跟你们这样讲哦，谁把我送医院，即便我活过来，我还会找你们算账。好，你们就用我教你们的方法来处理我，万一按错地方了，那也算了，我要不然怎么办？本来心脏病患你把我按到头部去，那这个只是我去阎罗王那里会跟他讲几句，所以我教的那么认真，结果他竟然揉错，是吧？我只能说到这样，要不然还能怎么样？但我还是相信你们， 我不敢去，因为那里很明显就是按错了，我怎么可能再去备案？这个我不敢，但你们按对的几率就高多了，即便学的再差我都相信你们。好，那我们急救就讲到这里。